放大你们看见吗？这不是火鸡吗？哦，我放大了呀，要不看哪这不是看不见，而且要来回晃，漂亮吧，看搞定，一发搞定。点皮虾片消暑仪，啊，掉了啊。小梁，大家好，这是我的客服小梁啊，小帅哥啊，以后会经常由他来给大家做直播。